练习咗一个几月就嘅浮士德球就要上场比赛啦。虽然一胜难求，但系如果能够同世界级嘅球队嚟交手，对佢嚟讲亦都系好有收获嘅。一个发球之下，智利队系球员嚟唔切反应，中华队得分。呢次换中华队进攻，双方你嚟我往，边个都唔让边个。精彩嘅比赛令到场边嘅观众尖叫声不断。浮士德球比赛技巧就系综合咗排球同埋网球，流行于欧洲、美洲同埋非洲，亦都系被叫做拳头球或者系草地排球。呢种比赛对台湾人嚟讲好陌生，第一次喺中华队成军，主要嘅成员系嚟自复大大学嘅排球队。比赛虽然系非常之辛苦，但系中华队系非常之努力。虽然中华队一胜难求，但系能够同世界级嘅球队比赛，呢个可以话系选手嚟讲对佢哋好难得嘅经验。